另外，由上海京剧院排演的经典剧目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将于明天在上海艺海剧院首演，这也是继全本《霸王别姬》之后，上海京剧院在拍大戏工程项目当中承接的第二部剧目。当今的旗派领军人物陈少云领衔主演，将再现京剧大师周信芳代表剧目的经典魅力。这段京剧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中的经典唱段，自上世纪20年代起风靡全国数十年。年逾60的陈少云将萧何忠诚不失狡黠的性格鲜活地塑造了出来。旗派的，他的点点滴滴，他的这个演剧精神，我们都完全按照周信芳大师的这个原貌给他体现出来。此次经典重现，在周信芳演出本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炼，使剧情更加饱满，戏剧冲突更集中。此外，何树、傅熙如、严庆谷、金喜全等京剧名家加盟，也让全剧颇具看点。